垃圾妹来了哎，哼，垃圾妹就是垃圾妹，臭的要死！你到底想怎样啊？我在家打你啊！没有，就这么啊，停下来，搞什么事？现在。 Thank you.
么每次我要用别人用过的东西？我不要二手货。学姐，学姐，其实我仰慕你很久了。对呀，你功课又好，人又漂亮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爸妈给你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吧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，我爸一天到晚只顾着工作，根本一点贡献都没有。学姐，不如我们来拍张照吧，可以吗？好吧。孙女，你挺喜欢你呀、啊，爷爷记得你好多历史的耶，好靓嘅。对不起啊，公公，你认错人了。你明明系我孙女人呐、啊。伯，你睇错人咗。系啊。啊，唔系你嘅孙女。嗯。啊，你嘅孙女喺外国啊。嗯。而家年轻人都唔知点样谂，都唔明白你哋。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垃圾，那该有多美啊。可以再来。郭元华的女儿郭子欣吗？您的父亲刚才紧急送院时病逝了，请您过来办理他的后事。
子欣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爸爸。医生说我得了末期癌症，只剩下3个月的命。爸爸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才故意赶你走。我死后不要哭，你是爸爸的开心果，也是爸一生中最大的幸福。我有一个好爸爸，爸爸天天忙工作，辛辛苦苦为了家，我们都爱他。我有一个好爸爸，妈妈说他真伟大，我要永远保护他，天塌下来都不怕。等你，爸爸妈妈不吵架，我有一个温馨的家。有一天我会长大，爸爸也会变老的。神经病啊！没事吗？